这个呢，它的发挥那个迪士尼这个胆量，是越界舞台上呢是比较难表演的，但是他表演的非常好，是吧？他这个用灯光啊，这个灯光啊，现代灯光啊技巧，这个造成一个舞台的环境。在今天的舞台风采当中呢，主要请大家欣赏由单仰听和郑国凤主演的越剧音乐剧《琴心》。这个戏给传统的越剧披上了一件色彩斑斓的、具有现代化风格的薄纱，希望您能喜欢。北家的乐曲，唱得如此动听，好像是江东路上传来的梦境声。去秦来，谁家的琴声弹得如此动听，好像是永安寺屋里传来的。
小姐，桌上有个书生，你可曾看到？他真聪明，你在大人一边，他却前呀回了。是啊，有的人呀，胆得好啊。公子，看他们把纱窗也打开了。他看好了，怕什么哈？说得弟弟知道那完了的，快将纱窗放下。小姐，不是我多嘴，我看这个读书人人品倒还不错呢。你胡说些什么？这胡说不识破你的嘴，还不去放下？放就放，又不是我要拿起来的。小姨。我可不狠，你当我往中去背他嘞。啊，这花的一脸哈，公子他没有把纱窗放下了。请一
必是赵玉琴冤求情，只因谁难尽，很难表心迹。是他们都把仓关了，我们晚上在这里做什么？咦，不会是我去吧？我还要谈你，还要谈，是谁听啊？谁无泪，谁满意去风去往，只一次他们不开仓，心惊喜。起来了，小英，快不快放下？要是叫老爷知道，那完了的。小英，小英，你可知他大爷是什么球子？做丫头的真听得懂哦。他大爷是驸马相子的红郡王。红郡王，嗯。这孤独俗人好不打扮，关是像你小子俊听的俩哈，谁知道啊？晚章无毒，他不按弹琴，一唱细听，记得呀，你们两个早已遇了心。嘿，你有的胡说了。好好好，我不胡说，那我把沙滩关起来吧，小英。你听，他的琴弹得有多好啊！哎，你小子的琴也是远近闻名的，不妨和他共弹一曲。嗯，小子，快去呀！Thank you.
好，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我们第十期戏剧大舞台就到这儿结束了，谢谢您的收看。